顶派迄时，嘉义县长选举一直被讨论，会记得李伟当面文表示，即个县长选举是嘉义县第一届政党对决，因为过去候选人拢是派系出身，但翁章良是农家子弟，经过着初选机制，代表民进党参选县长，当面文强调，嘉义县更加向着政党政治的时代。一定要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，嘉义县咱的翁章良一定要当选啊，安尼好唔好啦？ 卖力替民进党所提名嘉义县长候选人翁章良获选，李伟当面文胜兼党中央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召集人，同时是嘉义县地方派系林派的头人。17年前，四年支持者对国民党投身民进党；17年后，当面文强调，翁章良选嘉义县长，代表嘉义县正式走向政党政治。过去嘉义县的县长的选举，虽然是政党提名。 但是拢总是摕派系出身的，嘉义县的选举，咱已经伫蒋介石的恶斗，安尼已经行向咱的政党政治的阶段。咱大家拢知影，咱即届翁章良，若伫咱过去嘉义县派系时代，伊安尼无钱、无背景，是一个农家的子弟。 即种的出身，基本上过去伫派系时代无可能予伊当选参选县长。但是即届，咱大家拢知影，伊经过初选的机制，伊会当伫咱民主、民进党的即个制度之下，伊会当代表着咱的民进党来参选咱即届的县长。所以，阿文要再甲大家讲，嘉义县已经正式走向。 政党政治的时代啦，安尼对唔对啦？民进党含嘉义县林派17年来互相融合，在当面文含中央县担任县长的时阵有绿色团队，即个翁章良担任母子所率领行动绿团队，包括提名14个乡镇长，含过半数的县议员候选人，要争取在嘉义县最大的胜利。所谓行动，就是自我驱使，咱一定要当落来，一定要对咱台湾。 对咱嘉义这块土地爱有贡献，绿色就是代表本土。所以咱这套，咱这行动力团队最主要就是要带动嘉义转型起步的一个团队。嘉义县的政治结构，地方派系一直是被讨论和争议的重点。当面文出身派系，对已过一阵新机关错谈自然接下林派，甚至因为后来因为当时民众认同本土路线，选择嘉义民进党。 17年来，林派和民进党互相融合，民进党也因为林派在嘉义县首度处理执政权，而派系转型到了政党政治，生命唔那监视陈明文，也监视翁章良。三省考校洪明雄采访报道。